人，双人，双人。超大看板美食直接印在上面，民众看得好入迷。圆山饭店推出享食券，原价破万元，旅展价62折。这个就是每18800，就是他们会有送满额送这样子、啊。一口气拿了三个满额礼，打开背包，哇，这么厚一叠餐券，这位大哥真的好狂。已经买了11000啊，对，已经喷了11000了。对，因为他的套餐或是组合还比较划算，比平常用餐划算。饭店啊，餐券啊，都看，都便宜。我就买了，对啊。饭店餐券民众疯买，精算 CP 值，美福饭店下午茶双人券原价2156元，打了64折，成了该饭店销售冠军。用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数量来说，其实单笔超过大概56000以上的笔数还蛮多的。昨天总一整天的一个销售的话，预计有比去年还要成长大概10%左右。另一边，天成饭店总价4260元的招牌烤鸭四人合菜，旅展下沙，三张小朋友就能吃到。另外，金华酒店旗下知名寿喜烧跟泰式餐厅，17号那天也被秒杀。可以看得出，不仅玩的，民众对吃的也是毫不手软。三十六旅者亮宝台北报道。